今天是我们清明连假的第一天，来到这里看到我们轮值留守善尽职责的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代表国人表达谢意。有你们守护我们国家的天空，我们的领空就可以安全无虞。中华民国的主权，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，以及维持区域的和平，国军的角色和任务将会更加的重要。